好啦，各位师傅大家好。咁今次其实我就嚟接待六谷同埋梅里达斯。咁其实呢啲嘢以前就有嘅，不过光棍就真係未有啦。咁所以呢，系我今次就係嚟呢个 Smash 同埋呢个 Revenge Counter。系咁边个光棍我唔想多形容呢隻，系啦，我爆仓啦，唔好意思，阵间先教。咁最主要係因为其实团长嗰、那个Revenge Counter 咧，我比较好奇，系咪就王可以开，即系嗰个开房状态下都照咁样车到起码三分之一血咧？咁系啦，相信大家都一定做唔到呢样嘢，正常啦，即系你都冇咁无谓啦，系嘛？特登带反射试，咁其实就我试过反射就冇打嘅，不过为咗试接待啊嘛，照用咗。咁其实 Smash 又可唔可以突破攻击障碍咧？系啦，咁其实你带暗属贯通咧，你车。即系黄弱点，其实系扣到血嘅，即系冇降防状态下，咁但系实质系咪扣多就真系少得恐怖啊？知啊，大家一定知嘅。咁所以今次就睇下六谷呢个唔黑熟，但系有双 Q 啦，而且系直接可以车黄，加 smash 系12.5倍攻嘅。咁睇下可唔可以照车爆啦，系啦。咁啊之后条片你就知道啦。咁啊废话唔多讲，咁啊祝大家新一年系啦，又行好运啦，系 goodbye。Goodbye. お前は俺の大切なもんを傷つけた。それがお前の罪だ。真の魔物が生まれるのだ。